Hello，大家好，关注频道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。之后我会在 YouTube 上面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支持这个频道。大波野是吧？大波野在这儿。可以杀拉比克的，有人来吗？我方中塔正受到攻击。来路队来呀、啊！徐子豪，我们正在释放出现的时候。最近吗？你们？全部去上了，炼金去了，炼金去了，炼金去了，全去了，全去了，先把炼金杀了，撞他跳，可以攒。撞啊，没撞啊，我杀这个，杀这个也行。这个是真的，有个是真的。杀炼金，杀炼金。说什么撞你们俩？他妈那有眼，我查谁呀？谁让我查？走，插他，插他，插他，插插插插！攒得好，我方中塔正受到攻击，还不看看我方下塔，一点都不顾。
应该是这样。有机器人还好，其实还好了，其实是有还是有很多粉丝说好的，就主要是我没有跟你们互动，好吧，这事儿主要怪我。休息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看比赛去了，兄弟们，再见，拜拜拜拜拜拜拜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下了下了，再见再见，拜拜拜拜，溜了溜了，啊，我的妈呀！上头了吧，小兄弟！霍纳乌斯爪，赛爪的无尽菜里，塔拉克的天罪之火。有点吓人，有点吓人，真的。我没办法，我肯定走不了，但是我把他单杀了，好吧，我还换掉一个，我血钻。我说大鱼啊，我这强行打过了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我这波不亏，我这波真的不亏，就是他妈队友说了我有点尴尬，我操。黑鸟能打，肯定能打呀。哇，操他妈的！他妈的，养得过来了，操！他没有那个什么了，他没知道。给大哥。好。你看咬你，看咬你。双重烈火。卡塔没死过，两个都没死过，跟我打，我靠！对不对？我是一个正经主播。
快了，快准备接受启示，分支奥数勇士传承，没有四月，重点四月。恩多利昂的论文会送给我的魔咒，无聊至极，重点四月。人之奥无中生有，人之本力藏天界，来体验真正的速度，无论什么力量的咒法，三重烈火，源远流长。哇，麦皮，你个狗东西，想杀我？不存在的，杀我！我告诉你，靠！我不光我不你不光杀不了我，我还要得要要你死！妈的！完了，人太多了，操你妈的！天生腿短，地球烈火，双击击，刚刚被投的咒三寒冷，逆的咒石，无法想象。我靠，老子他妈追他追了半年，操你奶奶的！取自奥数宝典，源远流长。取之施法出现了失误，托纳鲁斯之掌，迷人的火来体验，依照近赛国昂的无情战斗之奥义，我为我施下天地之烈火，凝聚刚才的咒，天地之烈出气，毫无疑问，奇幻元素，宝典，迷人的魔咒。你们可以开武打吗？他后边是那谁？能开武吗？你们可以打的。你看着打。好久不见了，已经兄弟。虚空看着打，虚空。虚空，放大呀！我靠！爆发了！好，谢谢完这节的飞机了啊！又这波要是不犹豫，大鱼也死不了这个。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我有什么特长吗？瞬间，他睁眼了，他睁眼怎么看？明了，托纳力量的咒语。我一个五号位换他一个，这个八号位啊，二号位。
高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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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考27个技能吧，我记得你先考27个技能。披风不来吗？下楼都他妈打成啥样子了？快走了，快走！没事没事，那时间那时间。多多刷三高地，科瑞科斯的杀戮之前，好吧。搞笑的嘞。大面包，当时27个技能，实用性强的没几个。对，我没玩过27个技能的，但是实用性强的真的没几个。虽然没几个，但是像火猫的罩子、火猫的捆，买卖划算。尴尬了。哎，这个牛逼！不该顶标他的，我想把他大部队隔开了。
把你逼个马。nice 兄弟，666。啊！我 B 个 B C D， 我靠，差两秒。哇，上路爆！别搞了，一会儿水友做噩梦了就不好了。晚上梦到和西瓜妹妹，啊，西瓜妹妹这个梦到西瓜妹妹就不好了，兄弟，对不对？直接毙了。提上。他妈按错了，我操！刷了个点击手，哎呦我操！一场梦多，一场梦多，兄弟，一场梦多，一场梦多，一场梦多，抓石币，抓石币，看完了谁睡得着？来，我们镜头给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雨冰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次元的女主播，我叫王雨山。哦，王雨山，这个。刚刚我们其实游戏结束，那个很多弹幕都说想要看小姐姐接受惩罚，他们说这一棒感觉这一棒要背点锅，所以那个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来迟到的惩罚上一下道具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们安的是个啊什么心情，我帮你抽一个好不好？好的，你不满意我们可以换一个。 OK， 哦，双人正面夹气球。你要换吗？你可以选择换一个。 我是跟就是男嘉宾还是我们两个女孩子一起？我们两个嘛，我们两个感觉夹不爆。换一个好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有点为难女生。说实话，这个昨天他们两个男生夹都夹了好久。其实这个惩罚我之前有做其他活动的时候有做过。是吗？那你是跟男嘉宾还是女嘉宾？都有。那跟男嘉宾是用什么样的姿势夹爆？就前后都可以夹爆。那你要试试吗？邀请他们其中一位来试一下。可以是小莫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有看你直播啊。哎，小莫，你心脏现在是有点就是有心跳加速的感觉。没有。那好吧，小姐姐觉得这个 OK， 我们就用这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试一下啊。我们小莫，你是前面方便还是后面方便？后面是吧 ？OK， 那你站。站起来！我觉得小莫好像比我们的雨山还要那个紧张的感觉。啊，换手拿心。来，那个我们是往前面来嘛？好，就在站到桌子前就可以了。怎么？那你背对着我好了。哇，这神仙腿啊！我的天哪！等一下。然后你等我一下啊。然后。哎呦，你要不换他吧？他，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靠谱。要不换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女孩子都那么大方。
来来来，你不用那个，啊、我不你不用特别那个，我来就行。啊、好。哎，这个存期太大了。我气球比较结实，可能。试一下。不行，这个球太结实了。这个球太结实了。这个球太结实了，你不要动哦，我不要动了。嗯。哇，他都不怕的，好厉害啊！呀，666666！掌声掌声！我怕你吓到。这个太厉害了。昨天那个，另外，刚走掉的那两个，这个脚盖和那个帅鬼做的时候，两个人真的是。